问题哦，他说下列何者有解？哎，这一题我只问你有没有解，为什么说要把 x 算出来？没有，我只问你有没有解，有没有答案而已。那你看一下 sin 等于6分之 7， 因为 sin 本身介1到负1之间，所以说你可能代下去之后 x 代下去之后，答案变成6分之7吗？不可能有这种现象，所以说基本上这个式子 x 会怎样？无解。同样的，cos 不管 x 用几度代，它只能借1到负1之间，可以等于负根号3吗？不行，所以说这基本上也无解。sec 呢？ sec 要比1大，要么怎样？比负1小。2分之根号3是0点多，因为根号3是 1.7 嘛，所以 0.85 可能吗？也不可能。tan 呢？ tan 它什么数？任意数。所以说可能是9九十次方，可不可以？可以哦。老师，那 tan x 等于9九十次方 ，x 多少？我不在乎，我只问你有没有解，有解就好。所以说答案选取选出 ，OK。